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啦，有一个长方形哈，是由一个边长是 x 的正方形，啊五个长 x，啊宽是一的长方形，啊跟六个哈一的正方形所编成的啦，要你回答下一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要你求这个长方形的周长。好，首先哈。它的面积哈就是 s 平方嘛啊，加多少呢？一二三四五 x 嘛，啊加多少？这个是一乘一嘛，有六个嘛，加六，这可以因此分解啊，x 哈加二乘以 x 加三，也就是说哈，它的长方形是怎么拼成的？它是这样拼成的，这一个 x 啊。啊，加二嘛，哈，加二的话呢，就两个，哦，这一，啊，再来呢，这个 x 呢加三，哦，x 的话，加三的话，哈，这也是加二嘛，啊，这里加三的话呢，那这个要怎么加？这是 x 嘛，哈，啊，加二，啊，这是 x 嘛。啊，加三了，加三的话哈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这里现在已经有两个了嘛，那剩下三个，一、二、三了，哦，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嘛，就是这五个，那剩下六个的话是这六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那这样就拼成一个什么呢？拼成一个 x 加二乘以 x 加三的一个长方形，哦，这是第一小题。那第一小题，他问他的那个周长嘛，那周长就是什么呢？就两倍的哈，长是宽啊，宽是 x 加二，啊长的话是 x 加三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两倍的哈。2x 加5了，哦，2x 加5等于是 4x 加10，哦，这个是第一小题。好，啊，第二小题的话，它是说哈，若拿掉几个边长是一的正方形以后，就是这个把它拿掉几个以后，仍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了，则至少需要拿掉几个边长为一的正方形。就是说，你这个哈拿掉几个以后，还可以再因此分解。那哪几个？哪两个了？哪两个的话，就是 x 平方加 5x 嘛，啊加4嘛。哦，拿掉两个以后，还可以因此分解。因此分解成什么呢？x 呢加一，啊乘以 x 呢加4哦，所以要拿掉五个。那这怎么排哈？这是这样排，就一个。x 乘 x 嘛，啊加一嘛，加一呀，啊再来的话呢，这是 x 加一嘛哈，那再来的话 x 加四，剩下多少呢？剩下那个四个一呀哈，二、三、四。啊，一乘一的话几个呢？一乘一的话是四个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这个就多少？这就是 x 加四。所以第二小题是拿掉两个，